长。你还怨我是你副队长啊？啊？我是军人，服从上级命令是我的天职。你以前是我的连长，现在是我的副队长，这我都认。我不服的是，队长落难期间你改变他的训练计划，我认为训练计划是他的心血，你应该跟他商量一声。你还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？我现在让你坐下，你已经不服从命令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啊，是。副队长，你走吧，不走我锁门了啊！我走。
小天，怎么了？班长，等一下熄灯以后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妈呀，下这么大雨！哎，哼，小天，这么晚了，跑游泳馆干嘛？啊？啊？不收拾吧？那我回去了。哎，班长，班长，哎，其实就有个训练，我一直过不了，我心里就特别着急。你看你一直那么帮我，这回再帮帮我呗。你说，其实就是球度，咱们上次在古丘练过的，按说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可是自从我回来以后，我总是做噩梦，总梦见自己在水里被淹死了，变成一条水鬼。可能就是心理这关没过吧。下个月就要考武装球度了，我这要过不了就被淘汰了呀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帮你？就跟我们上次一样，捆在一起再过一次。这大半夜的，这么冷的天，算了吧。哎，班长，班长，好班长，我钢铁铸就的大班长，你就帮帮我呗。我要是不过了，哎，那你脸上也没光啊。去找根武装带来。好，等着啊。我，哎，咱们还得找点负重啊。脑子进水了吧？你今天到底想干嘛？你直说。古秋，你跟我，还有叶飞，咱们仨武装球度，那回咱们喝了多少水？跟今天像不像？啊？